各位棋迷大家好，我是黄英琴。我在《秦时明月》这个动画片里我配高月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在这里我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《秦时明月》，谢谢大家。各位棋迷们大家好，我是高月，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高月这个角色的支持和爱护。新的一年快到了，我在这里祝大家在新年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我将会在《秦时明月》的第二部动画中有更精彩的演出，谢谢大家能够关注。各位棋迷大家好，我是黄怡晴。我在《秦时明月》这个动画片里我配高月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在这里我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《秦时明月》，谢谢大家。